是我身为天台山。天台山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咱不知道天台山。哦吼。好、哦，来。哦。对，咱介绍一个亲爱自工队哈，哎、哦、呦，亲爱自工队是搁是啥物个年龄层哦？这个自工队是咱的青少年英雄哦，只要就是讲你有心想要来。推动有想要来做志工，志愿的志工，就是大家来啊，着出来啊，有办会，到办伊啊，到做工课，即全部的只要你愿意到做的吼，拢会使，年龄拢符合就对啦吼，无咧问你几岁吼，只要你愿意，你会应当啊，可以你的活动吼，会当自主吼，啊，拢会当出来大家做伙一起当志工的，咱进步性吼。咱以后先分吼，背单位啊，咱爱上的志工队。好好好。啊，咱的志工队，啊，志工队就是啊，诶，少年人吼，散落真多。那各位亲戚，若去新湾山咧游山啊，迄福利社拢是志工队咧负责哦。是哦。你到上往边啊山咧顾，迄咱志工队咧顾。哦。咱的志工队也咧顾，所以拢会有诶亲戚哦，伊外口看一挂爱上的少年啊，拢是安怎？过来就讲，拢伊酒伫咧福利社，那是酒伫福利社，那是。福利社的家做志工，讲手艺福利社。哦。啊，因为总是安怎，志工的部分，各位先生，志工就是爱有人轮来轮去，敢是？嗯。那有可能规工拢会当顾面啊，一定爱轮来轮去，所以拢会招到人过来吼，啊，年轻人都会就会变成一个据点呐、啊、吼。你讲的讲，大家有一个据点伫遐，啊，咱不是手艺遐哦，咱是伫遐咧做志工哦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即摆来看到伊哦，爱甲讲一声谢谢吼，咱是伫遐做志工，卖在伫遐甲讲，啊，恁哪拢福利社，福利社咧创啥？即摆含福利社吼，咱搁有一个啥，一个啥物电视。啊，咱伫楼骹有时啊吼，各福利社的人是特别呾听吧。嗯。啊，咱即摆福利社有一只电视，伊即摆若楼骹咧开班，伊伫遐伊卖当领班，伊卖当听班。哦。哦，像咱的厨房安尼吼，咱嘛是上下拢。即即摆的影音总比拢总比台的啊啦，只要是看少年咱也要甲咱安装啦。啊，即嘛是自工队内面的咱的社控。咱有一个摄影吼，啊有一个迄音响的控制的，咱遮的少年仔注意的，就是讲生活所有一只电视，啊，咱有时啊，像讲吼，真正坐到伫楼骹坐到久久哦，啊要爬去楼顶买一个啊呐，食一下糜，啊食一下吼提神的饮料的时阵，你去到遐个物件，你咪看到吼楼骹咧听课吼，袂互你中断去对啊。啊，你嘛问好想讲，啊民宿要安一只无吼？民宿有要安？迄民宿迄暂时尔，迄无吼，啊，福利社有时啊啦，有时啊较闲啦吼，有时啊去遐落安尼透一下精神的啊，还可以啦吼。我们咱就是伫遐，所以咱的自工队有啥服务，有惊服务咱爱上尔，啊，搁有服务到伊心肠欢喜吼。所以新湾山福利社是算有即卖咱亲爱自工队咱的爱上自工队者，所以你也看到蛮多的年轻人拢会在那边积极啦吼。好，再来时间的关系，咱嘛袂使上赶吼来。啊，咱来。